关注加收藏，快乐不会少。大家好，咱们今天来放两把国战视频，是不是？我个人不太玩国战，所以说国战方面没有这么熟悉。这里选将的话，大乔、孙坚、孙尚香、孙坚、诸葛、庞统，我觉得都可以选。然后诸葛、马岱实际上也还行，只要不是马岱、庞统，虽说有两条命，但是实在不配，而且有点弱。咱们最后选择了咱们的香香大乔，双女在手，主攻无忧。兵者，诡道也。然后这里丢一张杀，这弃牌阶段有技能。你们知道有哪些武将吗？咱们暂时不排除外面有二张的可能性了，所以说先不要考虑它是什么，因为外面有二张也是会有毒条的。杀我们一刀，咱们琉璃，然后杀出个郭嘉，飙个飞舞吧。结果真是吴国，吴国你这么搞干啥？真的，吴国这么搞有点不太好。然后咱们亮出咱们的香香，一中再连一中，知己知彼，看一下那个群雄，难道是咱们一波大爆发？难道是要秒全场的节奏了吗？杀郭嘉，没有乐杀郭嘉有点不太好吧，因为国战是能刷脚气卡的，然后都给一刀，西给一刀，估计他手里没有桃子，哎，有桃啊，再东给一张，西给一张，杀一刀，因为咱们手有欧牌里虽然没有乐，但是懂我意思吧，咱们可是有能把方块牌当乐不思蜀的，如果不是大乔或者手里没有乐，刚刚打郭嘉不太好，这个我必须有一说一的，郭嘉虚晃怎么你还想出来最多存三张牌，这波我们非常可以接受，大吴开团了，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吗？故国安邦，然后又来一个位，哎，幸亏咱们来了一张乐，给他乐了一下，这个就别捡了吧，没连弩就别捡，国战里面好像就一把连弩，那把连弩上被我们给乐了，所以说给寻不用捡了，真的一堆下好什么好捡的，当然捡了问题也不大，因为寻玉曹操嘛，对吧，什么寻幽曹操，一堆下也没什么用，你以逸待劳还能丢一下刚才的牌呢，咱们这里把盾给丢掉，九杀乐的那个吕布嘛，也就是咱们看的一号位乐他，咱们肯定知道他不是吴国，结果他是个董卓，说明了什么？弃牌阶段有技能，你们懂了吧，弃牌阶段有技能，所以应该是那个二号位的二张，哼，老臣直言，这里如果有方块的装备尽量给我们贴，当冒死一剑，这里杀毫无意义，万一有难满然后你一技没有闪九桃怎么办呢，闪这个万剑怎么说呢，还行吧，如果有九火杀的话我觉得是挺不错的，虽说吕布有可能有两张闪，但是吕布不防一下，因为在那个链子上嘛，吕布不防一下九杀我觉得不太好，这里直接乐锁锁连环，大吴开团就是这么舒服，又来一张铁锁，咱们这里直接锁一下乐一下，身体要紧，借刀杀人，看我厉害，哼，请歇息吧，然后顺一下郭嘉的手，你累了直接九雷杀，哦，咱们有扇子，然后救一下，有扇子普通刷就行，七号就看你是不是吴国了，呀，可惜袁绍周氏啊，七号不是吴，如果是吴，我们就带你躺赢。这就是让你不选吴国的下场，不过人家血浆矿没有五，而且谁会想到，这不过不怪他，只可惜你没有吴国上车的命呢，这把开团吴国特别舒服，咱们来看一下第二把，贾诩张角，咱们先看一下血浆，
甘宁黄干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这里的话，贾诩张角，贾诩颜良文丑没什么毛病。不过我不喜，不过不是说不喜欢贾诩颜良文丑，我是因为如果有贾诩张角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选择贾诩颜良的。虽然说可能这个组合有时候有奇效，但是我喜欢这种看起来舒服的，而且不弱的，不是什么什么小乔甘宁这种。本局耗时八分钟。咚咚，不刷一下脚气卡吗？不过二号位有八卦阵，可能他不想刷吧。开个五谷，拿个吴中，拿桃，拿代劳，拿连弩，你是位呢还是防位呢？中中生有，以逸待劳，闪呢闪呢？听我后令，不得撤退。咱们把青钢剑丢掉，防止一被顺走，二被借到，第三。丢手牌的话会耗空的，知己知彼。这里咱们没出来，没出来还行吧。这张难一开，我觉得然后这里再开万，魏国开万剑没办法，是不是没办法，是没问题。然后这里说明一下，应该手双亮的，万一有恐龙呢，这里应该是要双亮的，防恐龙吗？雷公助我，这里给我们忘记一张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忘记一张就偏偏来了一张闪。兔上有三窟，而况九尾虎虎。前面独条已经暴露过了，外面是有那个贾诩，或者是祝融孟获这种的嘛，因为开的是难。这里有三浅不卖，标个飞位。一般情况下，不是说三浅不卖的一定不是位，一般情况下，三浅不卖的，绝大多数情况下。很有可能就是为先开个黑万剑，然后这里咱们还能摸一张，然后 P 一下。田哥说，我杀别人能摸牌，决斗别人也能摸牌。然后这里小乔肯定是弹伤害，但是咱们有桃直接摸两张，然后再摸一张，就看看有没有别的群雄队友的话，不过应该是没有。然后一个无，这里还能摸两张，顺一下。这里有桃，如果你想杀这个七号位有桃，应该要先吃的，不过他应该是没桃。然后换一下闪，雷公助我。这里小乔是不怕雷击的，这里 P 八号有点险，但是就喜欢这么躲。如果他是群雄，咱们丢光牌，然后田分一死，这把直接吴国赢了。所以说，不应该杀这个八号位，这是一个错误。你说劈小乔没用，你劈周太阳，不屈五，不屈六，杀别人的摸牌。这里不要九，不别变身，这位玩家还不错，不过也没必要九了。投稿邮箱那个视频简介里有，好的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